我们看第六题，他说以波长5000埃的这个光子照射一个底片，假设每秒抵达底片的能量是这么多了，求相邻两光子到达底片的平均时距。我们看每秒呢到达底片的光子数是多少？就 n 哈，一哈是等于 n， 它乘以多少呢？乘以这个小 h 龙，那小 h 龙是一个光子的能量，那 n 是单位时间呢，到达那个底片的哈这个光子数，那 h 龙现在多少呢？现在是12400，它除以多少？除以5000呢？三个，所以呢12.4除以5是多少？12.4。除以5等于2.48电子伏特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那 n 好是等于多少？一是8乘以10的负13次方嘛。它有多少电子伏特呢？它要再除以1.6乘以10的负19次方。这个是电子伏特数，它再除以多少？除以一个呢光子能量，再乘以2.48，这每秒到达底片的光子数，这是8除以多少呢？1.6再除以2.48，所以是2.0啊，乘以10的多少呢？六次方个了，就是光子它每秒。好，他在问说哈，到达底片的平均时距啊，我们假设哈，这光是哈一颗一颗这样打上来，而不是一起的，一颗一颗打上来。那一颗一颗打上来的话哈，它每秒呢这么多光子，那它现在的话哈，它好，光子跟光子之间的时距是多少？就那 t 啊 ，t 的话当然什么呢？当然是m 分之一啊，m 分之一嘛。这个是每个光子到达的时间呢、每个光子到达时间，你把它倒过来，那底下是单位是光子嘛，那上面是时间，就每个光子哈。到达的时间，所以多少？所以是2.0分之乘以10的六次方之一，所以是0.5乘以10的负六次方，就5乘以10的负7啊，你看，好，所以是5乘以10的负7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呢是说哈，在空间的平均距离啊，那我们知道光速哈，是等于 c 嘛，那所以它的这个平均距离哈，我们叫 d 哈，这就等于 ct 啊，每个光子平均的距离是3乘以10的8次方公尺，单位公尺，再乘以多少？5乘以10的负7。所以是15乘以10的一次方，所以是150公尺。